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你们还记得上一期大家一起玩的汉字吗？今天向日葵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新的小游戏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吧。快和我一起去学汉字吧。甜，玩，甜。田地里长了好多杂草，请你找到并点击它们，开始除草吧。我要开始动手，清除田地里的这些杂草了。这样麦田里的麦子才能健康的成长。还剩最后一个了。麦田里的麦子都成熟了，快开始收割吧。拖动收割机往前走，就能收麦子了。推动小推车，小推车一点一点地把麦子都收割了起来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怎样收割麦子了吗？出现了一个小黄鸭。马上就可以收割完成了，到时大家可以用麦子去制作面包了。甜，甜一般是四四方方的，外面一个大方框，里面分成四个小方块，这个字就是甜，农田的甜。一起来认识一下吧。甜，农田，山上有一大片农田。小风车打乱了字卡。山上有一大片农田，山上有一大片农田。你们学会了吗？练。大熊点了一份汉堡套餐，请根据提示音帮助他选择正确的食物吧。上面写着汉字甜，为大熊正确的选择他的汉堡吧。甜。请点一点汉字甜，找到薯条。甜。请点一点汉字甜，套餐里就剩一个饮品了。甜。谢谢你，小朋友。竖，横折，横，竖，横。这个字念作田。再玩一次吧。竖，横折，横，竖，横。按照字卡都描好了吗？恭喜你获得了一张新字卡，太厉害了，顺利过关。一起跟我去看一看新的汉字吧。土，玩，拖动挖土机的铲子，把土装到卡车里去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跟着向日葵把卡车装满吗？哎呀，一不小心挖出了水管，喷出了好多的水，把小鼹鼠都喷倒了。
我们还没有把卡车装满呢，要继续开始工作了。宝宝们要小心一点点哦。卡车装满了，它要开去哪里呢？点击卡车，把土倒下来吧。你们帮助我倒出了一个小土堆，真棒，奖励你们一个星星吧。土，土字就像地面上的一堆土，上面的一横一竖表示土堆，下面的一横表示地面，这个字就是土，土堆的土。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土，土堆，土堆上有一个人。按照位置摆放好。土堆上有一个人，土堆上有一个人。练。小羊想过桥去上厕所，可是石桥坏了，请选择正确的石块来搭桥吧，上面写着汉字土。没事，我可以帮助你的。土耶，请点一点汉字土。土耶，请点一点汉字土。土耶，呜呼，小朋友们，你们都找到了土字吗？横，竖，横。土字一共需要写三笔就可以完成了。再玩一次吧。横，竖，横。这个字念土。恭喜你获得了一张新字卡，太厉害了，顺利过关。宝宝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，今天看到的汉字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如果想要去玩更多有趣的游戏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